是白馨慧，拜拜。我的穿着，我的 style 就是比较中性，如果在冬天的话，可能就是皮衣皮裤。这一季最想买的就是帽子，我想要买很多不同的帽子，可能是自己现在头发自己剪短了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搭配一些帽子啊什么，看起来是蛮有型的。Vogue Fashion's Night Out 全球购物夜 Shopping 万岁！